不要说你爱我，你想我。 Face Vision Free 3.3 版本今日上线。望着天空泛泛细雨时，又为明幸福的往事，遥远地靠近梦又再见，梦里情绪风还是不易。昨天 Face Fusion 官方又做了代码优化，包括新增和删除的部分共有288行变动，去掉不必要的检查。以前代码会先检查条件再执行命令，现在直接执行，速度有所提升，重构了 job list 的逻辑，让代码更易懂易改，减少了重复代码。音频处理逻辑优化，不再依赖特定条件，解决了口型驱动没有声音的问题。执行提供者合并，让CUDA和其他执行工具的逻辑更直接，更少判断，处理更高效，避免冲突。不同执行工具独立处理，减少干扰，特别解决了 OpenWindow 的冲突。关键点缩放优化，用新函数替代计算，代码更简洁。我也第一时间做了更新处理，彻底解决了驱动口型时没有声音。接下来我演示一下如何驱动口型。 Face Fusion 只能驱动视频，不能驱动照片，所以要先准备好一段音频相同时长的视频，或者用剪辑工具把照片转化成视频。目标视频有没有音频都可以，照片转视频也非常简单，缩入剪映，调整和音频相同的时长，导出 MP4 格式就可以。打开 Face Fusion 3.3， 选中一张照片和驱动音频，同时拖入到原文件。提醒这里必须同时上传照片和音频，否则会提示 Face Fusion Face Swap 选择原图像。这里是一个小 bug， 希望后期能修复。再上传目标视频，点开人脸编辑，调整人脸的角度，再调整清晰度，选择嘴型同步，点击开始。不做驱动口型时不要勾选嘴型同步，否则会提示找不到音频文件。 3.3 版本只更新了代码，加速和依赖没有更新。 3.2 版本下载代码后直接覆盖就可以升级，留言 AI 换脸即可。北方的风光，千万里冰封冻，千万里雪花飘。